我相信光。那好，我给你一个狗头。好，我要把这个狗头送给小五。谢谢你，面面。有了这个狗头呀，我就能打败土锁了。不客气。大阿姨，你相信光吗？我不相信光。你不相信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小丑。啊？怎么是我最讨厌的小丑啊？那我把这个小丑送给我最讨厌的土锁吧。谢谢你，小雨。有了这个小丑，我就可以增加能量，打败小五了，就可以占领斗罗大陆了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小五呢？我不要把我的小丑给你了。可恶的小雨，给了我还想要走，门都没有，我气啊！明浩，你相信光吗？我才不相信呢。我可是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，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。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个小丑，给。原来是我最喜欢的小丑啊！我要把这个小丑送给土锁大人。土锁大人，祝你早日打败小五。好好好，看来喜欢我土锁大人的人很多呀。小五，我一定要打败你。哼，土锁，不可能的。相信光的小朋友都会给我发送狗头能量的，帮我打败你。不相信光的小朋友们会给我发送小丑头像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你，小五，哈哈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都给我发送了小红心能量，这样子啊就能给我增加狗头了，嘿嘿，土锁大人，这样子我就能打败你了。小五别得意，你看小朋友们也给我送了那么多小丑能量，现在我们一样多了，小五，你等着。哼，肯定啊，是我的能量多。啦啦啦啦！哎，小能啊，这是哪里呀？老师先别管是哪里了，我先问你一句话，你相信光吗？我当然相信啦。那我就给你一个狗头。哎，你把它送给谁呀？这边是小五，这边是土锁。我当然送给小五啦，因为啊，我是他的忠诚粉丝，嘿嘿，我喜欢他。谢谢你，老师，这样子我的能量就满了。可恶，小五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看我的魔法。啊，我手上的狗头怎么变成小丑了呀？哼，可恶的土锁，我看这一切呀、啊、都是你干的吧。是我又怎么样，给我拿过来吧。啊，土锁大人要赢了，小南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小五呀。我手上的狗头能量也没有了，哎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需要去收集